哎、欸，科比、欸，啊，你摸一个是啥物啊？哦，这这大箱，这落啊，教友夹啦，哈，对啊，哦，我嘛收着啊，你看，啊，这无买叶片啦，啊，这咯，这夹来个什么汽车美容用品，好像有什么镀膜一些东西，嗯，哦，哦，听讲足厉害诶，咱来先个开箱好啊，我嘛，啊，你唔知啥？我嘛唔知，我怕鬼，我来知，不然来开个箱研究一下。阴角驾驶用手册啦，啊，对，我画笔归。你安尼咋查？无啊，因我唔是常来开箱的啊，所以安尼是合理的。我昨个看到你在开箱呢，跟你无共啊。啊靠呀，英文我看无啦，啊好佳哉。有，听讲这个牌子真大啦，会使去查一下。哇，水度。啊，是要安怎用？你知？有感。我安尼咪甲小看者，我那都看啥物物件嘛？哇，超泼水镀膜，超泼水，你看，刚才买这个 K 啊，来我的钱啊，这下这下面，哇哦，哎、欸，光滑洗车巾，洗了就咕溜咕溜，哇，哇，安尼安尼，哇，非常可靠，哎呀、啊，足侪罐的嘞，哇，足侪罐，我唔知要用哦，哎、欸，光滑诶保护剂保护膜，啊这，哦，三效啊这塑胶的保护剂，哦。哦哦，这顾名思义就是喷胶胶的嘛，喷胶胶的。哦，这镀膜超泼水的，愈细管的愈贵，你知无？为啥物？因为愈细管好利嘞，比较实算啦，伊较贵哦，较细管的。哇，你看，愈大管的你看就这，哇，洗车巾就是较大管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较俗嘛，对啊，这俗来讲是安尼嘛，对啦吼。原来是安尼。你把开箱路啊，林刚揣一个车在那个。处理了，不是今日，要今日啦。好，咱们来去找一只车，来去处理了。好，行，来去试看卖。你要用这台车当实验吗？对啊，所以一定要成功，不能失败。这结果很简单嘛，第一先把它洗干净。要不要搭配它的洗车巾？有啊，差不多是爱护伊的，我话你听。好，这拢写啦，这机呢就简单了，25毫升，啊，稀释可以5公升，5公升呢我就去管了。好，来去挤，这浓缩的嘞，我的妈，哇塞，你要啉一下吧，感觉还蛮厉害的感觉哦，啊，你要停，搅一搅，味道还蛮香的嘞，对啊。真的嘞，还蛮香的。橘子，对，小朋友，这个不可以拿去吃哦。光滑，你知道吗？碎了就咕溜咕溜啊。是啊。哇，谁哇？啊，我们今天做已经盖就好了。对啊，不用做那么多。嗯，好，你给我先摇一摇，耶，我先摇一摇，好，摇一摇，对。很重要。掉下，嗯，就是观众看不到，观众看不到，还是用看的啦。你，哈哈哈，你要讲，就喷均匀吧，两三次就，哇，还是哇，嘿，啊，刚才切老大，立刻擦亮，感觉还蛮简单的感觉嘞，没有很困难，嗯，一般应该都会用，但是。效果好不好不晓得，撑多久就不知道。对了，撑多久真的是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是刚上来而已。破了吗？那边啊哈，哦，我要抢过来哦。上吧。我想抢这边。这样嘛，这是不怕的嘛。嗯。好来哦，精彩的要来哦。哇！哇，有差嘞！哇，有差。那招小姐嘞，哇。嗯。真的有差哦。真的有差。哇，那我先不用水枪，我水柱好了。对啊，这是水柱。嗯。就这样就会流变成水珠，有没有？对。那另一边呢？另一边哦。一边会跑啊。
它是整个就是整块的，对，连在一起有没有？连着，哇、还蛮明显的。这个还蛮简单的，我觉得这个买回去啊，大家应该都会用。这个不要说什么，叫小朋友帮忙也可以，喷一喷呢就马上拆一下，这样。对，它是它好像说，它引擎盖都是它分一半，喷一半，拆一半再喷，不要让它太干。嗯，对，卖熊渣。比较没卖用啊，是吧？就是达文西贡要你命三千，都可以独当一面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好、欸，阿杜五零六八哦。看跟老板看嘞，还有咩事？试一下看卖。好，试拢啊试。阿先生，伊这就是洗车了保护的啦，就是洗完车了才喷起的。哇，嗯，车洗完冲干净，不用擦干，就是像比如洗车洗完了直接喷落去，切落去对吧？一袋门子喷掉二到三下就可以了。哦，这塑胶的，塑胶的过敏之前，然后我们这个可以喷这里，对吧？这有点像还原剂。啊哈，超波水，刚那个对，差不多的东西。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对啊，是嘛？很快。哎，这细管，哇，这个是吸带啊，你就出门就可以这样喷，这样擦擦擦。不要，不是，哎，调皮，摸。不要乱讲，这样水，这样就真的，哎、欸，我枪被泼水，这样不行。等一下，我擦干，先擦干。啊，我们去，你好，现在够三张哦。好、啊，最强的矛跟最强的盾，这样对决啊。什么？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啊，看哪个比较强。有擦干吗？哦，这是爱喷的，比这是喷好干。啊，应该是这块海绵，人拢够啦，咱哪会好用？他过去吧，哇！吃海绵这边是电哦，嗯，哇！啊，这是要创？这要电掉，安尼安路啊，叫唔是叫是啊这边，哈哈，唔是啊这边，你看他电啊对吗？上辣海鱼，我来上后嘛，不管怎样，使用前都会摇一摇，习惯了。哇！上辣海鱼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好，对，因为这样才有上辣的感觉。这跟你平常爱用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？差不多啦，像我讲的，每一个人有喜欢的品牌，嗯，对对对对。啊，我那不业配啊，不拉赚钱啊，所以我们不会去讲哪个品牌。其实都差不多，只看它的寿命、嗯，有些真的是会拉比较长，嗯，就是效能会比较长。不管是什么蜡哦，上去一定要把它擦掉，除非你是那种水镀膜就喷上去而已，把它洗掉之后擦干这样而已。他说每次就处理一小块这样就好了。他意思就不要一次把他整台车都擦完了。使用起来的感觉啊，这个比较费工一点。对，他把它切出来，他都还在靠前。嗯，这个感觉上会比较麻烦一点啊。我呢，大家吼，我还在多少水了吧？不好哦，再试试看。好吧，试试看喽。感觉应该。应该会比较厉害。有吗？有厉害吗？你看哦，有差哦，你看哦，嗯，差在哪里？你看，要分，好、哦，它的水珠比较大，对，好、嗯哦，你看这样分。好像差不了多少。再来就是看它的效用多久了。好，现在换成一个用水用这样子帮忙，这样比较公平的吧。嗯，感觉上这里的水上面的水比较少，这边比较多一点点。嗯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了一个公平性嘛，反正就是我先全部都先这样弄。其实还有一点点啊，感觉上这边的水珠。好，比较多一点点。嗯，对啊，很好，这是我见的，我也不晓得哪一个比较贵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所以我没有收钱的，然后寄来给我试用的。啊，哎、欸，对了，如果我用错了，你要跟我讲。对啊，切头无关啦，所以看你家做工啦，切啊达关哦，我要做头家啦。啊，卖没够，卖没够。对吧？中间这个拔掉看会是怎么样？拔掉，我觉得做经典嘞。啊，我以为那有结果哈。我跟你讲，把枪上笑嘛，枪上笑嘛。
都要把丢跟他切了。哎呦啊，有没有中间一条线？中间一条线，对吧？哦，真的有啊，这个在一招还蛮明显的，你看放掉。嗯。哎、欸，其实你注意看，中间会有一个色差，有没有？这里。对啊，对啊，哇，几条刷那块还蛮明显的。还有这一罐，这一罐它只有，你看好像只有这一罐而已，小罐。小罐的只有两瓶，好，这是塑胶的保护剂，嗯，保养啦，保养的对吧啦，嗯，哦，车嘛还保养，小卡嘛还保养，好啊，起码在智能机我就用一只脚了，就可以比较了，啊，我怕说去喷到，我一样稍微把它包起来，不然太短了，不然太短啊，太短啊，对，我太短啊，所以不用太长的哦，头家也没，来。一样看使用说明，它上面都有写，还蛮简单的。送给你买这种海米露露的，这个直接的。这应该都是差不多了，涂抹均匀而已啊。我觉得这个感觉差，跟那个我们在用的那个水性的是一样的。哇哇，水性染菇莲啊，哇，那你用的哇，它的产品都还蛮香的，真的。如果口气没有哈哈哈哈，啊，用到又老梗了。不要不要这样。对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对。对，哒哒不行。它你看哦，这个它写车内可以用，嗯，哦，车外就是一些塑胶的板件，车内就很简单嘛，比如说你今天要喷，好、哦，内饰板，嗯，好、哦，尤其黑色的，这、就是一个保护，啊、保护的东西就顾名思义就像那个你那皮椅啊，保护剂啊，嗯，对，擦起来就会比较油油亮亮的这样，对啊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擦掉还是等它干？擦干吧。我帮你搭黑巴布啊，哈，帮你搭黑巴布，没有，已经蛮久了，啊，蛮久了，对，还在，哇哦，好，我比你强哦，嗯，有差不？有差不？诶，无切的较白一丝啊，看，对不对？这应该看得出来吧？诶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有差的比较油亮一点，对啊，好，三瓶都用到了，好啦。今天就用到这边了。如果真的想购买的话，哈，一样下面留言，我看他会不会卖，我不晓得卖多少，对吧、啊嗯？这个我没有赚钱，对啊，都还蛮简单的啦。嗯，对啊，好用。剛剛对这边我觉得会更简单，好用。对，好用都行，对啊。刚刚应该喷太多，应该再少一点会比较快。他说一片大概喷那个2到3次这样子。嗯，你也不晓得，我也是第一次用，对啊。好 ，OK， 今天结束了，这一集真好赚，就这样而已。好啊，好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，好，开启小铃铛，好，拜拜。上去之后到现在已经大概3个礼拜了，我们就放在外面风吹日晒，好，先要把它洗一洗，看它的效果到底是怎样。哇，哎、欸，这样无雷哈？有没有？比较起来，两边还是有差、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、欸、这不是液配的啊？对啊，如果是液配的，有没有？我赶快洗完擦掉，再涂抹上去之后再冲，这效果很好。可是这不是液配的，欸、你看还是真的是有啦，看起来是有，哦。中间这条线就是没有用过的、哦、真的还在一条嘛、哦？左右还是有差。它号称可以撑半年嘛？嗯，这你记得没错的哈，对啊。做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你们可以用什么东西，好、哦，可以寄给我。好，我最近有一个呢，配合他寄一个东西来，哦、等他拍完再跟你们说，也不能先说，对，不能透露秘密，对啊，好、哦，记得哦。Bye.